统飘窗再见，飘窗宽70，按常规外延30做书桌，桌面太宽不好关窗，还易受潮，不如这样做：一、留15厘米装窗帘；二、做石材隔绝潮气；三、余下55厘米做书桌，配抽拉式桌面，既好放腿又好关窗。最后别忘了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新颖好设计。